这装，走，来装，你也去装。大哥，那这样没搞明白会被抓起来吗？没事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小朋友。走。狼哥，这是不是人不在家呀？再等等，别忘了抽左下角把经济红包领了。真的，小朋友，您去哪里了？狼哥，咱是不是搞错了？